这时辰已经过了两个时辰了吧？怎么还是这么黑啊？ 你就是谷主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愿见他人身陷于此了，这条路根本就没有尽头，只有回头的人才能活着离开。他们都已经出去了啊！你再不走，就永远出不去了。可是那门口不是让我们走完吗？走不完的，这里只有无尽的黑暗。你等等，你若继续往前，会和我一样，永远被困。你等等。 谢谢你的好心，但是我还是会走完的。哎，比起这件事儿，我还有另外的事情要问你。你是不是有个秘宝？就是那个罗盘，我在那个里面看见你与另外两个男子在布什么阵，是不是想要封印什么人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那个人身上是不是有黑气？是不是跟幽冥妇有关？你摇头是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？莫问这么多了，快回吧。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问了这么多问题，你就回答我一个呀！走吧。这屏风也是你的，这秘境也是你的，让我们走甬道的人是你，不让我们走的人也是你。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想让我们娶到幽冥妇，还是不想让我们娶到？哎呀，问了这么多问题，没一个正面回答的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傻了呀？徐磊夫人早就死了呀。 这个一定是诏书变出来的假人，就知道一个劲儿让我回去，让我回去，我去哪儿啊？最起码在这儿，那门口说了，走完了就能拿到幽冥符，那让我回去，我这条命出去还几天，不也得？这就出来了。幽冥符有解决黑气的办法。幽冥符。 幽魂，快由幽冥妇杀了妖龙。天瑶，你一定要把他杀掉，要不然天下都危险了。幽冥妇，不对，杀了他。不对，师父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大师兄关心我。 但平时对我都是凶巴巴的，天瑶根本不会被黑气附体。长兰为什么也会在？我们之间的事情与长兰根本就毫无关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赵叔想让我看见的东西，他一直在阻挠我取得幽冥符。 为什么？原是我负了，这恶果便由我来承担。
着方向，我早该还你。发人尽离思，陷阱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里落烟灰消声，划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。天涯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这一切。此生一瞬交集，只为遇见你。看来这最后一关在考验是不是对彼此心存不舍与爱意。天佑，你的答案是什么呢？你们一起得到了幽冥符，就应该共同享用。行，共同享用。口说无凭啊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我要你们俩成亲。这老头是在玩我吗？这幽冥符啊，必须两个人一起练。你们不成亲呢、啊、老夫绝对不会翻译的。你这就是取得幽冥符的第一点。第一点？你还笑第二点？嗯，出去说。嗯，不出去啊？你们在这里想跟老夫干耗着吗？老夫在里面可是几十年都过来了，我可不介意在此再蹉跎几年。小心点。就这儿啊，一个池。嗯，你坐那儿，我坐这儿，离我远点啊。好冷啊，好冷，这泉里的水怎么这么冷？或许待会儿就好了。果然好像动一动就不那么冷了。你逆着方向，我看不清。发人尽离思，陷阱两极。指缝间一阵阵暖暖的，划过你我脸，好暖和，多亏了有这块石头。落烟灰消声，划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一幕